今天怎么出那么多汗？到现在也没有停过。晒不是不都不大会这样的我。踢球的时候就这种天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哪个国家踢球最难受？西亚国家，好了，我踢的我这俩腿是这个地方抽筋了。为啥呀？对，脱水脱了太厉害。什么国家？西亚。哦，那他们肉吃的多，是体力好一点吗？也不是，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国内体力也挺好的。其实踢西亚对某种程度，其实当时我们制约他们这个战术打法。哦，制约。哦，制约。啊，我们有快的。那么他们呢？那时候一套体系全学巴西的哦，那种小球后卫啊，他用三个后卫的，他三个后卫以后给我们两个边锋有速度快的就拖回去，拖回去是他就打不了，嗯，边上他上不来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弄，处理不会处理，哎，哎呀，足球真是好运动啊，唯独这个团队可以社交，就是很多社交项目，比如说你高尔夫啊。网球啊，飞盘啊，他都可以社交都会给。那就是说你会约了，哎，哥几个，来来来，我们去弄场排球打打。排球要专业性更高。来。那么足球呢，就比如说哥几个一叫叫的，你加上个别专业就陪着他们去玩。我那个游泳的不是跳水队那几个孩子也是，他们是一个足球队的。对的，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当地的学生朋友们。而且当地的足球文化还挺好，国内小孩踢的少，没有空间让你发挥。你看这我全是草皮，总感觉这边应该有大海。这边是内陆国家，没海道。对，就是给人感受上，总感觉对，总感觉开一开会开到海边去。越南有海，越南现在也在疯狂崛起，这个对越南好玩吗？跟泰国比呢？不一样的类型。不一样的感觉，那越南很多也有这样，哦，东南亚嘛。我刚跟那几个外国小孩聊天，他是啥？每个人都不认识，就现来认识的。他说我是 solo travel the world， 一个人来、by himself， 一个人来 ，by himself， 跟你结对那个哥们儿，对，他说都是来到当地现场认识的新朋友。因为他们这个就是玩的是这块的，但就背包客 ，gap year， 啊，一来哎，你来自哪来的都认识了，哦，组着去一个一个景点打卡，穷玩，哎，不花啥钱。这是七星级酒店吗？哇，这么大一条！哎呦，这酒店好啊，是这个吗？是，七星级。对。那不超哥吗？就那个 SP 啊，那不就是阿梦吗？躺那儿呢吗？哎呀，住在这儿舒服。哎，该不会那张床是咱们几个的吧？对。现在珍惜给大家提供一个逃脱七星酒店的机会。玩的东西很简单，我们玩东南亚特有的一个球类运动，叫藤球。赢的队伍可以回酒店睡觉，输的队伍在这里过夜。哦，耶，太好了！哎，藤球配藤脚啊！我们不能藤皮，藤球配藤脚，藤脚踢藤球啊！哦，是那个球啊？这是怎么玩的嘛？就啊、哦，就这个，你们玩吧。哦，一个人先手扔给。这是发球，一下两下，哦，可以两次触球，三下感觉像排球，第三下要过哦，第三下必要过。哎，我觉得范大哥你上去试一下，我试一下，你替我们试一下。耶、yeah. only one。 哇，这个就像排球拦网一样的，可以封网吗？应该可以封网吧？可以用各个地方封，那封网是可以用每个任何地方吗？手肯定不行，身体可以。哎呀，哎呀，
有点难感觉。就等于拿这个竹条子编那么一个足球，就轻。哎，我也想试一下。上上。OK， 美男美男 try， thank you。对，肩膀可以，头也可以，头也可以。好球，大哥！好球，大哥！哇，狮子摆尾。哇，这挺难的。落，好球！哇，哎，说，范大哥这都踢到网上了。他就是往网里踢的，平常。不是，大哥是比赛型的球员。啊，我是比赛型的。哦，这个难。对，我也觉得，我想跟他们体验一下。哎，我们编的分不能。对，我跟个会的感受一下，要不然我们全部上场之后。哇哇，毒蛇帮帮主上了，但脚不行啊！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啊！哈超哥，我太爱看你的动作了，你咋就过来了？超哥，算了，要不不是在说话，在说话。贺哥，你光脚都能赢他，哈哈哈！呀，对不起，排球职业病。来，丹尼斯，好球，拿手发啊！对，我哎，啊，你来，别，不是你来发，你来，我想踢。哎，什么？给人小伙子整不会了。来，直接给小伙子整会了。哎。好球，大哥！小鹿，喂，漂亮！喂，漂亮！哇、哦，厉害，鹿晗！好，大家基本了解了吧？啊！哎呦，女子篮球队，浩哥，你要去切磋一下呀？咱一起啊！走啊！三百滴，三百滴，三百滴。可以一起吗？可以啊，太好了，我们四个一个队。我不会，你传球呗，你传球呗。我真不会，我给你们拿东西。来吧，四个，还有谁？免子不敢上，他三打三，他说。哦，好，他们女孩四个可以啊，可以，可以。啊，我内线。好。你们这边是几个球？按照你们这个来。三个球，六个球，你们是这边怎么打的？六个球，六个球，好 ，OK OK， 咱一人防一脚，好，我内线，我内线，我中间，好，你中间，来了，来，嘿嘿，好球，好球，好球，不用了。哇！别别别！喂，好球！太酷了！哇！哦，差一点点。哦哦，那。哦。哦哇哇哇嘿嘿哦哦哦他们有战术他们有战术艾老师加油艾老师加油好防，好球！哦呀！老师加油！
就是投了投。哇！OK， 哇！哇超哥上！